是老板呢、啊。哦，来一先站好，妈妈帮你照一张啊。好、哦。可以照吗？何心意看我、啊。看我啊。安娜那边。来，我用我的机。何心意，安娜那边。哇，你我看这个 seven， 你这个是 seven 呢、欸。嗯。对呀、啊。你立正站好。哦，立正站好，你是 seven 的老板。老板，你要看我啊？哦，听老板说话哦。听我这边哦。哦。我先教你们喊话术。我是小老板啊，先当小老板。那我们就是进门的时候，爸爸妈妈进来，我们要喊欢迎光临。然后客人走出去或爸爸妈妈走出去，我们要说谢谢光临。有谁要先来？要小礼物吗？要小礼物吗？要举手。那爸爸妈妈走出去的时候，我们要说什么？走出去哦。走出去要说什么？要大